我叫林美花，我76岁。有一次就是我咳嗽的很厉害，十几天在一般的诊所都没有效果出来。后来医生叫我照 X 光，结果我照的时候，医生说肺部出问题，赶快到大医院去。后来我到大医院去的时候，检查是肺部发炎，还有纤维化。我在那边总共住院21天，一直打抗生素。15天的时候检查还是没有效果，我还是插管再检查一次。检查一次的时候，医生说：“奇怪呢，怎么肺部还是在扩大？”后来就是身份半迷啊，提去大医院给我，他就跟我说：“你透早起来，一天爱吃3剂。”我就被他感动到，我就听他的话，早上空腹就是服用3支。我服用第3天的时候，我在照 X 光的时候，医生说：“哎，有在进步呢。”啊，后来我再继续吃，到第6天的时候，再一次照 X 光，医生说：“哎，进步得这么快？”我都有想到说：“啊，是我们 CD34在修复。”我跟医生说：“啊，你让我先出院好了。”先说：“啊，你进步这么快，好了，那你要出院可以啊。”那我就出院，刚好在那边21天。那时候我心里很无助呢，都没有办法好的时候，刚好这样子让我修复这么快。啊，我出院的时候，我的一天吃3剂，搁继续吃，吃半个月以后，我回诊的时候，医生跟我讲：“哎，你都毕业了呢，你全部都好了呢。”啊，后来我就是你处理了，我开始吃保养。我虽然是76岁的，我自己开素食的那个工作的哈，我一天可以站8小时都不会喘哦，还是很有力哦，体力还很好，而且哈，生活方面行走的时候那个动作都是很溜达，所以身体机能进步很多。刚吃的时候我有检查的是肝细胞是8.1，现在吃半年多，我现在在检查是1.79了现在。我能改工，我的症状，我也让这个肺部纤维化，我都可以修补到这么好，我都快乐的分享。我最感谢的就是公司总裁发明 CD34，能够让我们一般人受惠那么多，也感谢生辉，谢谢他这么帮助我，谢谢他们这2位贵人。